奇迹之剑剑灵，奇迹之剑就在前方，只要你能将其拔出，它就是你的。
迹之剑苏醒了。看来他成功了，光明之子的苏醒，六千多年的等待，没想到六千多年了，还真有人能看破考验的真谛。被诅咒淹没的人自然无法看清险，只有对自己充满绝对的自信和决心，才会登上最高点，获得真正的奇迹之剑。功业无望，既然您拔出此剑，即为吾等命定之主，我等将与你血脉相连，至死枷锁、重担、黑暗、死亡与你合力攀附，我等荣耀将赋予您无限的勇气、光明和力量。现在请您念出吾等真名。蓝羽，光之斧头。